是无巴肠，我得把这所有物件我拢拆掉啊！包括我看看，随迄个迄个王一林拼一个位就无我。我讲阁有需要，恁透早装水水配合恁去接王一林。我安尼，敢阁无够大方？那是为了要应付做人看的，都免啦。无你要我哪做，你才会满意啊？归去啦！把王有芳迄个新主牌拆转来，我照三顿给伊念香奉胎。心太，你莫袂记，我这是你正式娶你们的太太。好啊，心妹，莫愈讲愈离谱啊！伊林要转来是咱母家的大代志，莹莹无对咱做伙去，就是因唔对。心太是希望莹莹会当较早接受伊林的。啊，我嘛希望你这做妈妈，爱做一个好模样，予莹莹好心。是啦，新民啦，无人怀疑你伫这个家的地位，无论是较早还是今嘛，我拢认定你是咱母家的大媳妇。那是有人怀疑你对这个家的付出，我头一个找伊算账。爸，都是因为我是大汉媳妇，所以我吞忍啊。我这世人阁毋捌去过港啊，想袂到我头一届去，阁是叫阮翁婿苏兴祖转来，规家伙啊拢走去迄种所在咧拍一撮，嘛毋知因食转来是一尊佛，还是牛头马面。你看你，阁在这伊林话乌八白。我好啊啦，大家讲话拢真有道理，只是立场无同款啦尔，减讲几句啊。心灵讲了无唔对啦，之前咱甲伊也无相处过啊，这个囡仔的个性是安怎，咱嘛需要接触甲了解啊。啊，回答大家哦，心肝爱有底啊，无时间受伤是要找伤痛。是啦，不管安怎，等下甲伊林见面了后，咱一定要回感受到，咱是真热情地欢迎伊，会对咱有一个好印象。安尼，我相信伊林，伊回来意愿会更加大。显然讲了无唔对啦。人在讲吼，家和万事兴啊、哦。今仔是咱母家大好的日子，过去的恩怨甲委屈哦，拢莫阁提起啊。伊要去唔去，又在伊啦。重要是哦，咱甲伊林接当个运作规章啊，这个代志袂因为讲伊咧晒太。就来改变的，行，出来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今日是王一林出格，我爱你想办法去侮辱伊，打击，用你的专业。甲伊做过歹代志，阁放上一届，伊出来了哦，袂阁有任何机会。安尼，你唔来当报仇，我嘛欠你一届人情。王一林出啊！嗯，我哪会感觉你比我阁较晚回？你甲伊有过节？这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。只要你愿意斗三工，我有闲就欠你一届人情。后盖你若是有需要斗三工的所在，你就当来找我讨人情。若是你想要拒绝我，也袂要紧啊。我相信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要对付汪依林，嘛无一定爱是你。你甲伊是啥物时阵结完仇的？你问这尼在要创啥？买，还是买？一句话。哎呀，你让我考虑一下嘛。我才拄因为不当采访，被顶官顶掉的呢。我当然爱卡细你的啊。看起来和你种为难的，还是啊，给你交了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。凭我甲信贤哥的交情，安尼算起来，大家拢是家己人嘛。先莫讲我甲汪依林的恩怨。伊这么白目去抓到吴小姐，我就无可能会放伊杀。你放心，交予我处理。
我绝对会让伊好看。安尼，你着好好表现，一届着给汪依林学体底，莫让我认为讲你是一个外表水水，我做来这拢是草的花瓶。等你好消息。吴小姐再见，吴小姐慎行。是你小白虾，但你以后知影，我是你未来的阿姐，你就会来摸我的大腿啊！哎呦，今仔日王一林出口，我应该爱好好送伊一份大礼，替伊庆祝一下。无，我这个老同学唔着白做啊！我已经伫这所在五年啊，来的时阵什么拢无，离开的时阵算是满载而归。对我来讲，这不是尴尬，是华变更加强的所在。我袂怀念这，啊，不过嘛永远袂放袂记。恭喜你。今天就自由啊！我的心一直是自由的。我知影，有个人呢，就像只狗同款，本来就是住伫个人仔内。来，我甲你梳理物件，摕过来。这手表是我妈给我送我的，爸爸讲过，人生上公平的就是时间，每一个人拢同款，若是好好利用，就会耽误无同款的人生。这五年来，一分一秒我拢无落过，就是希望。会当创造我想要爱的未来。以你的组织，我相信以后无论你要做什么事业，一定拢会做成功的啊。啊，物件看好吗？好啊。安怎送出去？我就送你到家，等你出去了后，你莫阁回头，你望咱阁有机会见面啊。要唔过是你爸的所在。林院长，多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后会有期。万朝远，我已经给你五年时间了，既然你无法度改过我，那你所来，我出手啊！这二十年，你欠我的账，我连本带利向你讨回来。进来，进来！这不是廖孟之，你再来下要创啊？我传声音记者哎。想袂到你提早出啊！安尼我阁管会好，送你一份大礼。圣仪大哥，麻烦请就位。若无等下，我要报道的男主角走去，就袂赴啊。王一林，真久无看诶。廖孟之专工找人来遮报气象，敢袂想过无聊？卖找伊啊，咱先离开。
朋友，大家好。蒙兹今天来到户外，不是为您播报气象，而是特别来到了北区的监狱大门，来迎接五年前对蒙兹伤害的施行暴力者汪一林。如今他刑期服满，出狱了。要蒙兹怎样啊？公主叫你喊雷威，连没一个许世伟在一起始作俑者。别惊，看亮蒙兹到底是变到几岁。蒙兹在五年前被身后这位汪一林先生莫名其妙地从顶楼推了下去。我和他就读同一所高中，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他不但不听我解释，就对我施以暴力，甚至在几位同学的面前将我推下楼。廖蒙兹，你别抓准讲你用主播的身份就会当妄言脑补，我袂讲一句我唔是熟悉的话，说你，我会去电视台跟你讲。廖蒙兹，你就是加害者，你想好马上停止这种恶言妄语。那无你下场，可能唔但是去气象主播这么简单。我廖蒙兹敢做敢担当，当年我的肋骨甲脚拢断去，我身躯顶还阁有足侪伤，遮拢有医疗证明的单据，我完全无造假。汪一林这种报复的行为，让我开足侪时间足辛苦伫咧复健，我才有法度恢复到今仔日安尼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敢知影？蒙兹拄着下雨天的时阵，规身躯的关节拢会隐隐作痛，这种锥心刺骨的滋味，恁敢袂用来体会？吴越，是你大哥，你好，我是立委城东郡的左立罗志翰。请恁先停止录影，卡边要求着提高的看点。郭月月，你若是敢停落来，你就搞我试看嘛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蒙兹今天报道的目的是什么，你有什么误会先说清楚，要不然请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把今天的影片捞出去。廖蒙兹，我回去绝对会跟学姐报告这件事情，你公器私用，还对汪一林做出不实的指控，这边你事情大条了。我多一句话不是实话，汪一林他就是一个逞凶斗狠无恶不作的大流氓，我要抗议司法不公，那会当就这种犯人提早放出来。摄影大哥，让汪一林还有这个干嘛的大门一个特写，你看他一点啊悔过之意都没，我一定要把这种人关进去笼子里。你敢？谁敢说我母威让金孙的脚趾后背啊？啊！伊是母家的人，一位是我名义上的阿公，一位是我名义上的爸爸。现在是什么情形啊？有妈妈跟信贤哥，哪会拢来啊？请问你是倒一台记者？竟然敢对我五星大学生做一个无药无药的指控，你是讲汪一林是你的学生，所以伊是母家的子孙？安怎？你怀疑哦？啊？我母威宏跟我的金孙是倒位无成啊？啊？这边哪会安尼啦？汪一林竟然是木家的子孙。李孟子，你是好大胆的，竟然走来破坏阮国校生的名声，你是真正无想要教人在新闻界站起来是？我妈妈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。你真正个天骄胆。